珊如何老公29日在文华东方举行婚礼，不少艺人好友受邀出席，其中 Kid 就一连分享了好几则现实动态影片。到场后，我看到吴宗宪在采访区旁边唱歌时，笑亏怎么有这种人。后续也特别记录吴珊如走向吴宗宪一起接受媒体采访的侧拍，全部的人都进场后，难得能够齐聚一堂的艺人们也都欢笑不断。Kid 的台剧人和昆达更是围着炎亚纶狂呛，喧宾夺主，人家这样穿，你这样子，去找一件衬衫搭也可以啊。你去买一件汗衫。而这段有趣的影片也意外曝光了台志远和昆达的帅气婚礼穿搭。